原标题中医老师结婚，上联龙骨一根，退烧止痒生津。网友下联更经典对联，作为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之所以能在全国这么盛行，与对联天子朱元璋的大力推广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。明太祖朱元璋本是黄教寺的一个和尚，识字不多，投奔义军，征战沙场后开始利用空闲时间学习知识文化，竟也小有所成。毕竟是开国帝王，无论是诗歌还是对联，写的都相当霸气。有一年除夕，朱元璋传旨公卿士庶家家都贴春联，诏令发出后，朱元璋乔装成一普通书生走街串巷，兴致勃勃地欣赏那各具特色的对联，心里毫不高兴。谁知当来到一小巷时，发现有户人家竟然没有遵照旨意写对联，一询问方知原来这是一户烟猪人家，家里没有人读书识字，更不要说能写对联。朱元璋便索来笔墨，亲自给这户农家写上一联，双手劈开生死路，一刀割断是非根。这幅对联一语双关，生动形象，被传为千古佳话。如今现代文明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对联算是传统文化中流传比较好的一种元素，在升学考试、婚丧嫁娶、节日喜庆中应用最为广泛。且当代的对联在平仄对仗要求上已经没有过去那么严格，门槛的降低，写对联的人越来越多，越来越雅俗共赏。今天说说教师这个职业的婚联趣事。在上世纪八十年代，某高中一对音乐老师与外语教师结婚，校长根据他们所教的课程写了一副对联，上联12345678，下联 ABCDEFG 横批 OK。 还有一对是数学教师结婚，他便写道，上联恩爱天长，加减乘除难算尽，下联好喝地酒，点心面提起包完，横批白头到老。这两副对联可谓是妙趣横生，知识性与趣味性兼具，让人过目难忘。最后又到了出题环节，有一对中医学院的老师结婚，导师写出一上联龙骨一根，退烧止痒生津，下联苦思良久一直未得，你能帮忙写出文雅贴切的下联吗？是高手就露一手吧。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